加油！今天是事务的落成典礼，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终于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安心读书的地方了。除了读书之外，你可以拿读书亭里的书足球来踢。再次感谢交大一局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谢谢你们在炎热的夏天帮我们建造一间梦想中的树屋，谢谢。在十几分钟要吃饭哦。好猛啊！好猛的早餐。好吃的早餐。好吃的通心面。2013年夏天，台东县的富山国小来了一群圆梦天使。等一下上工的时候，就分两组，一组就是地板组，然后一组。就是音架组，上钟喽！上钟喽！天使们用铁锤、木头和水泥施展魔法，敲敲打打，盖起小朋友心目中的梦幻树屋。是要建造一个小朋友可以阅读的地方，然后除了阅读之外，在因为这个小学足球很热门，需要他们的主场，然后这以后就可以变成他们的球员休息时间主场，跟教练讲战术的地方。免费帮需要的人盖房子，是简志明五年前开始推动的义足理念。正在就读交大建筑所博士班的志明，黑黑胖胖的外表下，有一股为义足信仰燃烧的烈火。通常会来找我们的，就是自己没有经费，就自己没经费。然后找我们不外乎就是小学的学校的老师、校长、主任，或者是部落社区发展协会的人来找我们。我有同学在大学当教授，专任教授，然后有在当建筑师，然后有在当官，台北市都发局吧，就是一年应该有百万。那你现在年收入多少？我现在年收入就是看着这群孩子快乐的长大。等一下，你帮我跟韩秋总拿那个档案。好啊。对，把档案 email 给校长跟主任。拖鞋坏掉了，原来是拖鞋坏掉。我忘了，我原本想说要带拖鞋，我想说来带拖鞋，然后进去再换鞋子，然后他们就看我穿拖鞋这样进来，然后他们就吓到说：“是你？不会吧，你今天穿这样？”我说：“不会不会，我等一下换一套。”其实前两天我们熬夜加班，搞到半夜一两点，他跟女老师自己6点半就起来了，继续工作。我对他们两个都非常佩服。志明
您是易主总招，也包办采买、横销、对外联系、开会等各项杂务。除了富山国小，在台东县海端乡的海端国小，同时还有一场易主正在进行，他得两地奔波，相当忙碌。自古以来，学医的人都可以四处去帮人家做义诊，那为什么没有从事建筑工作的人在做这种免费的建筑工作？建筑工作者不善良吗？我觉得不是啊。凭着对义主的信念，志明从2009年开始，带着建筑志工在南投双荣国小盖起第一个义主个案。五年来，陆续在南投、台东，甚至出国到尼泊尔推动义主。今年的富山国小已经是他的第八个个案。我会跟志工说，梦想不是很困难，因为我经历过。当对自己的梦想够坚持的时候，然后当对自己的梦想够勇敢的时候，然后当持之以恒的时候，梦想就可以实现。有了，继续，继续吗？继续，继续。汗水的浸润让义主的理念更坚固，也吸引越来越多人一起逐梦。富山国小的树屋工程原定三周完成，没想到开工之后却是状况百出。对对对，但我记得有一栏好像你们还有改过，因为有一栏我们算错，我应该是中午左右，大概12点到1点间会过去拿那一份公文。这次的富山义主其实是第一次跟公部门一起合作，原来是由公部门来协助我们。蔡主任，我跟你拿那个公文，那个影印，有一些行政程序我们不熟悉，所以有一些时间被耽误到。中间一共停了两个礼拜的时间，那两个礼拜的时间是在等，制材厂在做木料的处理。为了不让志工苦等，志明决定先解散志工，两周后再重启工程。你再跟志工说，请大家离开两周之后再回来。你有没有曾经担心过他们不回来？会啊，会担心，会担心。其实我担心的事情就是钱没有到位，然后材料没有到位，跟志工没有到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富山国小濒临太平洋的特殊地理位置，又为义主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施工难题。台风还是一样会从这个地方过来，虽然是通的，还是一样有可能会被抬起来。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后来讨论，这几天讨论完之后，要在旁边再挖洞，再下挖80公分，然后灌混凝土。当地老师跟我们说，这边靠海，风的盐分很高，所以要擦那个金属的保护层。志工的离开和意外增加的工作打乱了施工进度，幸好有贵人及时相助。老板娘，老板娘，你好，你好。我们这一次还有买，就是金属的保养液，越南学校打算用红丹。擦红单，然后我们就跟五金行的老板说，我们用红单擦，哇！然后老板说，不用了，我给你们更好一点的。为了强化树屋结构，志明原本打算购买动力延长线、点焊机来焊接西型钢，五金行老板大力相挺，而省下大笔开销。这个地斗裂一下，这地斗如何？你讲电源的教室啊，又到外面又来个接我话，
啊，你等下买滚那辆线都未算你啊，对啊，几万块呢？我来讲借一台车，来安尼烧，至少免加着钱啊。老板结束的时候，学生拨电话给我说，老板除了帮我们做完那个焊接全部焊满之外，他还给了我们5000块，还给了我们5000块，对，让我们就是赞助我们这样子。去到现场看到恁个囡仔做完课，大家安尼穿遐尼水的衫，安尼做裤裤衫裤甲，那我感觉啊，这个天哦，给你们一些茶水喝啊，嗯，进一些做微博就微博啦，这块内容我不知道啦。嗯，哦，那看到那个下一代安尼哦，真是哎呀，鼓励啦。谢谢老板，谢谢。啊，我结果我这个工作应该是阮台东的，你来做的对，结果。好啦，大家当这做啊。会安尼想的紧哦，我相信你要长大一点会变歹啊。哎呀，我拢无变歹。两周的时间过去，志工们也依照约定回来了，一个都不少。我从这些志工的眼神里面，我看到了熊熊的斗志，志工们都好想要把这个阅读空间做起来。老板说不要写到晚上，不然他会害羞，害羞，他害羞就会腿软，腿软就会骑不好。老板礼拜天的时候会骑脚踏车。会跟他的车队从这边经过，然后因为我们刚好都在嘛，就一群人出去跟他欢呼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的口号就是“老板加油”，六七八，老板加油，一组爱你，老板加油。老板，老板，举高一点啊！轮板的啦，轮板的啦。我觉得我每年最期待的就是这一个时候，当我进来帮忙部落的时候，我发现我得到的比我拿到的，就是那个钱，可能价值还更大。要过来了。我们希望木头从新钢这段我们可以凸17公分，那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不同人定或者是在画位的时候没有做好准确，所以有些误差可能会有1公分，那所以最后我们就是决定拆掉再重定一次，量准再重定就可以。我们能办多少万？不用，都回来了吗？我们准备开会喽。像我们今天那个17公分这个桥很久，就是如果我们为了赶快，然后我们做了16就走，就又从手绘的话很久。稍微注意一点喽，刚刚那个不是17公分，都是我锁的。啊，等一下在锁的时候就大家注意一点，哎，让每一件事情都精确。看看了，哦，两米还可以再出来啊，还可以再出来一点。你知道现在几点？现在11点，大家在讨论那个17公分、16公分。我觉得与其说赶工要把它赶完，倒不如让大家有很精确的认知，就是我们即使差1公分，我们一公里，我们也要把它补到，对，我们才上去。顶着月色，午夜1点，大家把2厘米的误差一一修正，重新锁上。今天有操到大家。
晒的。男的是因为擦不到背，太胖。花水就晒伤了。那我用吃花水，或是芦荟吗？芦荟液。还没。都还没。嗯。那边有。有芦荟也有丝瓜水，没有没有，身体还是不行，还绝望的感觉，一度有绝望的感觉，一度有绝望的感觉。OK OK， 放轻松。经过五年的淬炼，面对各种突发状况，志明总能乐观以对，但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一开始我爸爸妈妈在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反对，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我研究所毕业应该要进到事务所，然后去事务所画图，然后赚钱。我们交到建筑所跟一般的建筑系比较不一样。好，以前建筑的就是传统的那种垂直水平的，但是比较多学生是在思考这种比较未来建筑的。建筑开始实用了哈，这个建筑模型。对，啊，对这个模型。现在就大饭店那些度假饭店哈，哦，这个是。它这里是真正的，不是讲真赞成的。啊，我上欢乐也健康，上乐也平安呐。爱干嘛？这个很凶。哦，跟人家做个有价格去医院，去人家医院，再去摸物件，摸物件摸了把它又闪掉了。念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大家对我们完全陌生，然后我们就四处募款，四处找钱，然后还有人把我们当诈骗集团，钱不够，老师跟我讲，钱不够我们要去卖血。靠一个无迄个资源啊，啊无钱啊，啊真正我看伊手机卡手机的都电信局卡电话来讲，恁迄个简志明的迄个断信呐，哦哇，天明仔载伊去了要变怎，我都较紧个，哦，都有迄款的代志啊，头一个伫台南，你唔知在无？在南投的时候，所以我其实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每次回家，我爸爸妈妈，尤其妈妈都会问很多异族的事情，然后其实每次问题都一样。然后我有跟我妈说，我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啊，你问的事情我还一样啊，对啊。然后我妈妈说，是这样子哦，啊，你都没有想说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一生热爱的职业，却得不到家人的认同。志明心里的苦，直到四年后终于有了转机。邀请函这三份好。海德国小部落文化书，请用点一点，典礼开始。台湾异族哈，其实已经推动了四五年了哈。那从早期的在南投的部落哈，那一直到国外的经验，到你过去服务。那最后来到我的故乡台东。我认识志明是从网络上认识这个年轻人。我了解的过程当中，知道他的父母亲，事实上，从头到尾都不太清楚志明到底在干什么，所以我就透过志明约了他的父母亲，到台东来。好，请所有的贵宾为我们揭牌。啦啦啦！谢谢。但去台东了，哦，那个县府哈，管路的相关人员啊，还副县长，尤其是副县长啊，啊，真正那个哦，这样给伊个支持，这样给伊帮忙，哦，我感觉伊帮忙足济，哦，尤其是副馆长，我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啊，去到伊的观光园，当地的不管是小朋友啦、老师啦、校长啦，大家拢安尼，拢对志明的迄、那个，迄种真正。我感觉，我做了有，真有迄、那个，真有意义啦。即马来，我拢不但无甲反对，我即马真多，我真正甲全力甲支持，佮继续做。这睡觉很好嘞，很舒服嘞。它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副县长帮我
解开了我跟爸爸妈妈的那一个结，他会时时刻刻的问我说爸爸妈妈最近过得怎么样，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跟爸爸妈妈联络，然后告诉我爸爸妈妈最近的状况，让我爸爸妈妈安心，还是要透过别人来说服父母亲的、啊、通常是这样。对啊，对，一辈的恩情没有没有这个是对的事情，就应该要坚持持续做下去啊，会感染更多人、嗯、心中的大石终于放下，富山国小的义竹进度也仿佛呼应志明的心情，渐入佳境，最终如期完工。树屋月读亭落成典礼，典礼开始。到哈佛大学，到 MIT 去做人道建筑的交流、哦、那个就是志明、哦、因为我们都太觉得台湾年轻人是比较没有办法忍耐寂寞，忍耐辛苦，但是我看到并不是这样子，是像志明这种其实去圆我们上一辈没有办法圆的梦了。像这样的亭子现在已经5个还6个，真正的有良知的医生他不会因为他今天帮病人看病收不到钱他就不去帮病人看病，那我觉得建筑有一部分也是在应该要去思考这一块。然后呢，我们今晚为大家设计一些小桥段，那请你们致上最青春、最热血的精神狂欢吧！ Yeah! 从去年开始认识志明，那后来开始慢慢了解他是一个非常热血的人，你又爱说梦话，然后又会打呼。然后又把我的光头骗掉，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一个有点吸引那的感觉。志明，虽然大家有时候会开玩笑跟你说你坏坏，不让大家吃饭，不让大家睡觉，还一直加班，超累大家。但是其实我们都觉得很感动。每一个志工都是绿叶啊，那如果没有你这个养分的话，事实上，可能这朵花是开不出来的。这是给我最大的感触是说，就我们还有很多方式可以来改变这个社会。只要相信自己，然后有梦，坚持住就可以做到。然后这也很感动我，也很激励我。所以我也决定要像你有这样的一颗热忱的心。谢谢你，我们爱你。常常觉得，就义竹这一个。梦，它是我对建筑的热情，然后我想要实践我对建筑热情的表达方式。那我觉得很棒的点是，有那么多人可以跟我一起进来去做这个梦，然后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福。然后我最后一次再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